我丢老师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树懒，你催什么催？不知道今天中午一直堵车，还给那催催催。我看你今天真是想气死我。老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快点和我进去吧。表演都开始了，快点跟上。知道了。我给你说，这场表演很精彩的。我先把门关上，防止等会有人打扰我们。老师，你随便找个地方坐。臭小子，这就是你说的表演？感觉这也不怎么样。小绿毛，你小声点，别打扰我看戏。今天来这，我饭都没有吃，就地下这玩意，我上我也行。吃会东西怎么了？不管你了，你别打扰我看戏就行。你还有完没完？吃东西还吧唧嘴，你给我去世吧。小绿毛没了，赶紧跑。这附近有我设计的多个陷阱，左边的门不能进，右边有我准备的隐藏门，快点把门关上。前面有我设计的陷阱，快把头上的玻璃打掉。幸好头上有东西，就在这附近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气我，让我找到腿给你打断。他应该是从这里跳下去了。嗯，下面竟然有宽带门，他一定是躲在这两个其中一个里头。我还是选右边这个。树懒，放下武器投降吧。卧槽，小朋友，你是否也很多问号？卧槽卧槽，有炸弹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左边这个火板门下面找找，放弃抵抗。我操！特么的，竟然是陷阱！左边有一个门，快过去瞅瞅，快冲进去抓他！我操 ！Hello！ 吓我一跳，去其他地方找一下吧，不要放过每一处细节，他一定是躲在这附近，就剩这个角落了，哈哈哈！我操！尼玛，竟然是陷阱！小子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可恶的老师，你竟然想拿钓鱼竿勾我过去，竟然这样子，那就不要怨我了。快点启动机关。臭小子别跑。小绿毛，看你头上。他没了，赶紧跑。正门不能进，需要绕一圈从后门进。门就在前面不远处，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。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坑我，他一定在这个门里。刚刚怎么回事？门怎么开了？不管了，继续玩游戏吧。我太难了。臭小子，我看你这回能往哪躲。还敢威胁我？小绿毛，瞅瞅你的头上吧。经过这一次，他应该不会再威胁我了，继续玩游戏。